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阿玩宫廷展，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佘建元。那在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来谈谈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事实上呢，在接下去的八到九讲之间呢，我们都会讲这个东西。那在谈这个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数学技巧之前呢，我们今天要先来讲为什么经济学为什么我们社会科学呢要使用数学来描述市场或人类的行为。过去呢，我在上在职班还会说全英文的班的时候呢，每次上到那个学期中学期后半段呢，都会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这个经济学的课呢，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数学？那当然，同学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在问问题，主要是在抱怨，然后就是期中考考完以后呢，哇，一大堆数学完蛋了搞不下去啊，就会跑来问老师啊，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数学？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么多的数学呢？事实上不止经济学，然后整个社会科学呢，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呢，都开始慢慢的使用数学来描述社会现象，描述市场或描述人的行为。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给大家各位的一个回答是，通常使用数学来描述市场或人类行为会比较精确，也比较简洁。什么叫做比较精确或是比较简洁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举例来说，比如像说你今天要进那个要去买房子那在房地产市场上面，你要去买房子，那通常呢，大家知道房屋呢在捷运站旁边呢价格会比较高。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价格比较高，比较高是怎么样的一个高法常常事实上，你去那个如果你真有去买房子的话呢，你去很多去跟人家谈或者是你看到很多建案人家都会说这个房子呢是在捷运周边或者说有什么双捷运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走去看他的房子呢，所谓的双捷运呢，或是你从房子建案所在地呢走到捷运呢，大概要走十分钟十分钟这个到底算不算捷运周边呢他会跟卖方一定会跟你说这个叫捷运周边双捷运走过去要十分钟，可是事实上是急行军走十分钟真的有点远所以如果我只是讲说房子在捷运周边房价会比较高，那这个东西是非常笼统的嘛，你看他走捷运离捷运站十分钟五分钟也叫做捷运周边感觉凶悍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子谈就非常不精确那我们有没有比较更精确的说法呢当然有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数学语言来说这个事情房屋在捷运站周边你可以跟他说如果房屋距离捷运在100公尺以内比一般的房价高出大概 8% 到 10%, 那每离开100公尺呢房价下跌 1%, 等到离到800公尺的时候呢跟其他地方的房价没有差别，你看这个是不是很精确呢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么精确，你去买房子的时候比较不会被人家当盘子嘛买一个房子跟你说捷运双捷运距离捷运急行军走十分钟，然后跟你说捷运周边跟你 charge, 比其他旁边的房价高 5%,那你是不是被当盘子呢对不对，所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会比较清楚。那还有更那个什么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比如像说捷运在房屋在医院的旁边会价格比较低或比较高有些时候这个情况就更复杂了嘛根据我们研究生最近硕士班学生做的研究，他们就说房屋在医院旁边确实房价会比较低医院尤其三级四级医院这个有太平间的嘛这个是闲务设施可是这只是一般很笼统的说法在300公尺里面房屋在医院旁边距离医院300公尺内确实房价会比较低。可是超过300公尺以后呢情况就不一样了。300到900公尺的时候呢其实房价反而会比较高反而会比较高超出800公尺以后呢又开始慢慢的降低。所以你看看情况其实是非常的复杂。如果你能够用数学来描述的话呢其实也会比较精确。比较精确。这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们在谈市场或人类行为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用数学来描述。所以希望呢接下去几讲呢我们再去谈这个数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不要害怕。这个东西呢其实会帮助你比较精确的来描述市场或人类行为。我是中山气管佘建元。下次见。